师傅。嗯。请您给我看一下55年一月属羊的，59岁，身上有灵性吗？属羊的55年的。55年。嗯。啊，在腰上有灵性，腰上。腰上。哎、啊。还有在脖子颈椎这个地方。对对，您说太对，怕冷，浑身怕冷，腰特别凉。明白了吗？嗯。嗯。还有身体。身体就是内脏的肠胃不好。对。肠胃经常一冷的话，肠胃就痛。对对、嗯。还有他自己的泌尿系统也不好。师傅，您说太对了。师傅，我是从天津来的，我们一行人都能给我作证，我尿频，但是我10分钟一排尿，20分钟一排尿，我还排不出尿来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第一多喝水，第二念完心经之后两个手搓，搓完之后自己在腰后面这么搓，然后念大悲咒，你连续一个星期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台长一定把你尿频治好，很容易。谢谢谢谢。啊、我现在就让你这个腰马上发暖，你现在感觉一下，你的腰从当中开始，从两边开始热了。感觉到了，师傅。等等啊。好了，热不热？热，师傅，从来没热过。我出去还得半年再睡觉。从来没有热过，没热过，怕冷。现在热了吧？热了，师傅。好了，谢谢观音菩萨了。我还有师傅，还有困惑，就是怕见人，不愿跟人交流。实际上，这就是轻度的忧郁症。当一个人不愿意见人的时候，他就有忧郁症了，明白吗？实际上，越不愿意见人，实际上心中的恐惧感越多。对，怕。怕谁都怕，实际上你不要怕，因为你是学佛人，明白了吗、嗯、而且要想开，过去的一切都没有了，你只有将来，所以你就不会怕了。怕的是过去，而是将来还没有开始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，所以你就不会怕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困惑好几十年了。还有师傅，我念经跑神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做念佛做运动跑神，身就跑了。他说他念经的时候经常会神不在身上，念念经呢他就会忘记，会想到其他的。实际上很简单，一个小孩子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小孩子功课做做不想做，做做不想做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很简单，他思想不集中呀、嗯、对，还是要继续再做，他就会慢慢的集中了，对不对呀？您说对、啊、没什么问题。嗯，行，好，感恩师傅。好，我刚说的一个，还有一个了。我再问那82年属狗的男的，82年属狗的男的。啊，有没有灵性是吧？啊，对对。啊，啊，这小孩子还可以，啊，晚上不大好，嗯，明白吗？不想睡觉，是好玩电脑，对，因为我看见这个狗的图腾啊，前面有块玻璃，它就在玻璃前面看着，那狗的图腾前面有块玻璃，那这个玻璃一定是电脑。对，您说太对了。啊，整天玩电脑。啊啊啊！行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了好了，好，好。